好，我们到了第17周了，各位或多或少都存活下来了。我们这周就要把这本小说讲完。那今天呢，由我直接讲课。第一题：What do you think Mrs. Smith's key role in the Mr. Elliot plot might say about the rigid class distinctions of that society？关于 Mr. Elliot 他的真实状况如何？由 Mrs. Smith 这个寡妇扮演重要的这个揭露的角色，这件事情你觉得，如何体现当时的阶级区分，严谨的阶级区分？好，那如果各位还没有完全读完的话，帮各位复习一下。电影里面演说 Mr. Elliot 他是借钱度日，所以不是真的很有钱。然后就这样，就是他是个伪君子。但是小说里面呢，远不止如此。小说里面呢，说他娶一个平民太太是因为人家超有钱，然后呢，他就拿他太太的钱，要不然就是去做一些投资一些没有什么希望的生意啊，要不然就是去赌博啦、喝酒啊、干嘛，就是挥霍掉了。然后他当时也跟 Mrs. Smith 和他的先生 Mr. Smith 也是好朋友。然后 Mr. Smith 也被 Mr. Elliot 拉去，就是这样子过日子。但是 Smith 一家人他们比较没有钱，所以呢一直这样挥霍下来，先遭殃的是 Smith 家族。所以上周我们有提到 Mrs. Smith 现在的财经状况非常差，然后也没人能够帮他，愿意帮他。所谓财经状况很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是 Mr. Elliot 害的。所以在小说里面呢，一样跟电影一样，就是在跟 Anne 在聊说啊，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嫁给 Mr. Elliot 啦。然后 Anne 说哪有这回事的时候，小说里面 Mr. Smith 才说，哦，这听到这就首先是再三确认说真的没这件事吗？然后 Anne 真的说没有这件事，然后 Mr. Smith 就说啊，那我太放心了，我直接跟你讲就是真相如何，然后就讲出这一堆来。然后 Anne 就觉得哦，真的是就是，躲得好，就是还好没有嫁给人，那没有真的对人家有兴趣。那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 Smith 一家人是平民。然后因为他的护士 Nurse Rook， 消息灵通，所以 Mrs. Smith 才以为说 Anne 要嫁给 Mr. Elliot。然后因为有这个消息，然后因为有Anne 跟 Mrs. Smith 跨阶级的友情， Anne 才知道真相如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小说在这一点情节安排上面是在体现严谨的阶级区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确实不同阶级的人生活圈子重叠非常小，但是当有重叠的时候，也就是关键消息互通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其实通常消息越多，就是越能够了解状况，越不会受骗，或是就是进入一个自己不清楚的状况。所以 Anne 能够躲掉这颗子弹，就是因为他愿意不听从他父亲的意见，即便 Mrs. Smith 不是同一个社会阶级，他还是愿意去拜访人家。第二题 ，Why do you think judging a person based on thei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i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honor？ 你觉得为什么用一个人私人书信的内容去评判人家是违反的 ？Laws of honor 可以翻成就是，可以说是，是一件低贱的事情，不是一件就是值得尊敬的一件事。Laws of honor 比较像是就是如果你违反的话，虽然不会被关起来，但是大家都会鄙视你，是一种社会礼节吗？比礼节还要严重一点，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就实在不是人。好，所以这些题是问说为什么不能用人家私人书信的内容评断人家？我们来看135页。
好，所以这一段还是在讲 Mr. Elliot 的事情，因为就是毕竟真相跟 Mr. Elliot 表面摆出来的样子差那么远，哎，很难相信，所以 Mrs. Smith 就搬出一堆文件，包含 Mr. Elliot 的书信来佐证，然后这边呢，小说就给我们一篇他的书信来读，这个是。Mr. Elliot 写给 Mr. Smith 的信。Dear Smith, I have received yours，就是你三封信，我收到了。Your kindness almost overpowers me，对我实在太好了。意思就是说，上一封信 Mr. Smith 又借给他钱了，所以就是感谢人家。然后，他接下来就讲自己的事情，然后最近说什么？身上又有钱了，所以目前还不需要继续跟你借。然后呢，Give me joy，为我庆贺吧。I have got rid of Sir Walter and Miss。我终于把 Sir Walter 跟他的应该是女儿，应该是指 Elizabeth，把他们两个甩掉了。They are gone back to Kellynch, and almost made me swear to visit them this summer。But my first visit to Kellynch will be with a surveyor to tell me how to bring it with best advantage to the hammer。所以把他们甩掉，他们回到 Kellynch，然后几乎要我发誓说暑假会去拜访他们。但是，我第一次拜访 Kellynch 将会是带着丈量师，让他告诉我如何以最佳状态来把这个地方拍卖掉。Hammer 是指那个拍卖员的那个小锤子，所以这封信就透露说，Mr. Elliot 其实虽然表面还是就是表现的就是非常得体，但实际上他还是不 care 这个名分，他只是需要，他只是想要把它卖掉赚钱。然后下一段，I wish I had any name but Elliot，但愿我有任何名字，就是不要艾瑞特这名字。I am sick of it。The name of Walter I can drop, thank God，因为他叫 William，不是 Walter。好，所以这封信确实让 Mr. Elliot 看起来像是一个贱人。然后所以这边 Anne 的反应，Anne could not immediately get over the shock and mortification 是羞愧羞赧。Of finding such words applied to her father，人家居然用这样的语言讲自己的父亲。She was obliged to，她不得不想，to recollect，不得不想起，that her seeing the letter was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honor，就是不应该读人家私信。That no one ought to be judged or to be known by such testimonies，不应该以这样的证据来评判他人。Testimony 是证词，现代英文还是会用这个字。That n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私人书信 could bear the eye of others 承受他人的眼光。Before 这个主词是他得想起这件事情，before 是才能够，before she could recover calmness。才能够恢复平静，enough to return the letter which she had been meditating over，然后冷静下来，他才能够就是把手上的书信还给人家。所以回到这个讨论题，为什么不能用人家私信来评判人格或是评判为人？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信不是写给你的嘛。所以你偷看了、偷读了，那是你错在先。但再来，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写信的时候，看是写给谁，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态度。譬如说，你写信给我，跟你写信给你同学，应该会差蛮多的吧？所以，如果譬如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学校某某委员会需要看你的信讯息，然后看了你跟你同事之间的讯息，然后用这个证据说你是一个没有
尊师重道心理的学生，这样就很不公平啊，因为你写讯息给同学跟写信给老师会差很多。所以Mr. Elliot 这边是写信给 Mr. Smith， 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把就是 Sir Walter 一家人放在眼里，但是然后我们知道确实 是这么一回事，因为 Mrs. Smith 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脉络。但是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只读了这一封信，也有可能另外一个诠释是 Mr. Smith 看不起 Sir Walter 一家人，然后 Mr. Elliot 为了跟人家借钱去讨好人家。所以光凭一封信没有脉络，不了解人际关系，是不可靠的证据。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不能单凭私人书信来评判他人。那刚刚讲这边就是脉络先给你的，然后这个只是最后的证据，所以这个结论应该是可靠的。那关于第一点谁错在先的问题，这封信是 Mr. Smith 收到的吗？然后他过世之后归属他太太，然后他太太现在交给 Anne 来读，所以有经过正当授权，所以他算是一个可靠的证据，只是就是基于礼节的习惯 Anne 会觉得怪怪的。但他这样子的正当性，然后有完整的脉络，以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封信就是可靠的。好，下一题。 Anne thinks of herself and Captain Wentworth that if there be constant attachment on each side, our hearts mu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ere long. We are not boy and girl to be captiously irritable, misled by every moment's inadvertence, and wantonly playing with our own happiness.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所以首先要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Anne 想着他自己跟 Wentworth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想到底下这句话。如果双方都有持续的情，就是依附情感，就是还是在乎人家的话，那我们不久将能够心照不宣，将能够彼此了解。我不太记得心照不宣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应该能够就是心连心，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们不再是男孩女孩那种容易恼怒或是被时时刻刻的变化给牵着走，而因此玩弄自己的幸福，恣意玩弄自己的幸福。其实我们可以反正这句话等一下会出现在文本，我们跳到文本的时候再讲解。所以这句话 的想法你们同不同意以及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47页，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番想法呢？因为这个时候就是 Musgrove 一家人回到那个饭店了，然后还带着 Harville 跟 Wentworth， 然后 Wentworth 出现了，就是让 Anne 去思考这一切的事情。他们上一次见面就是在演唱会的那个会场上，所以他 Anne 在那个时候就确信 Wentworth 还是在乎自己的，所以这一次重逢的时候又带着新的不一样的复杂情感，所以他现在就是知道人家来了要稍微就是做一些心理准备，所以他如何安抚自己的情绪呢？ She tried to be calm and leave things to take their course， 让那个水到渠成。And try to dwell much on this argument of rational dependence， 而他试图多思考以下这一条非常有理性的论述。To dwell on 就是去思考一件事情，去让自己的心里流连在这个想法之中。
Rational dependence， 它这边 dependence 依赖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下的推论正确的话，仰赖以下的推论是否正确，我就不用担心了，没有什么好这个让情绪起伏失控的。好，所以他试图安抚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引用的那句话。首先我们讲一下英文好了，就是 there be， 为什么是 be 动词原形呢？这个就是英文的标准的假设语气。我们现在上的假设语气什么 if 怎么样 then 怎么样，那个是条件假设，就是如果这个条件成立才会怎样。但是真正的假设语气应该是一个文法的元素之一，你把那个动词，应该可以把动词变成一个东东叫假设语气的动词，然后没有条件你也看得出来这是假设性的。那英文确实有，虽然现在不常用，听说这个趋势又要回来了，就是原本已经没落，但听说现在有一些文艺青年喜欢使用标准的假设语气。 Anyway， 是怎么判断呢？通常是把动词变回原形，然后很多时候是放在句子的前面，就是假设语气，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不是确定的。其实现在英文还是有些地方比较常见嘛，譬如说我建议你去找老师， 我们用过去式好了，我昨天建议他去找老师。 Yesterday I recommended that he go find the teacher。 go 是看起来像原型，但其实不是原型，是假设语气。为什么是假设语气呢？因为我给他这建议，他会不会做呢？不知道，这是假设他做的话，所以是假设语气。那所以这边也是 if there be， 假如以下真的是这样的话，不确定，假设。On each side， 就是我方跟他方都有持续的 constant attachment， 是说情感的联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our hearts mu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ear 是 before 的意思，就是前现代英文 before long， 就是过不久我们彼此一定会知道彼此 的心声。我们已经不再是年轻男孩女孩，然后恣意妄为，让被情感控制，然后因此而让我们的幸福很不可靠， right? Wantonly 恣意妄为的玩弄自己的幸福。所以翻成白话文，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会像以前就是被什么什么强烈的情感或是单恋或什么给左右，我们现在比较稳重了。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们同意这看法吗？一方面确实就是长大之后我们都希望自己变得稳重一点了，但是我们都已经读到21章22章来了，回顾整本小说里面 Anne 每一次想到或是遇到 Wentworth， 他的反应有比较稳重吗？好像也还好，每次都是要不然就脸红心跳，要么就是措手不及，要么就是想要尽量避开，要不然就是以为人家实在太讨厌他了，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然后上一次我们读到的终于确定人家还是在乎自己的时候，雀跃不已，然后几乎说不出话来了，看起来没有很稳重。所以理想是这样没错，因此 Anne 是用这句话来安抚自己，甚至可以说在说服自己要变成这样的稳重的人，是在跟自己做信心喊话。但就是至少在这本小说里面，遇到真爱的时候还是会就是小鹿乱撞。好，我们看第四题。 In the end, Anne believes that she was right to refuse Captain Wentworth the first time.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所以说到头来， Anne 回想一下，她觉得第一次还是应该拒绝 Wentworth， 这样做是正确的决定。你们同意吗？然后为什么？我们看164页。
好，所以这一段是 Anne 在跟 Wentworth 在聊以前的事情，你知道，就是两个人热恋的时候，就喜欢聊说、啊、以前的我怎么样，以前的你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泰勒斯有一首歌叫《Invisible String》，就是在讲这种事情。所以他现在在回想 ，I have been thinking over the past and trying impartially 客观的 to judge of the right and wrong。I mean, with regard to myself. 所以他试图在客观的去想自己当初行为的对与错。And I must believe that I was right, much as I suffered from it. That I was perfectly right in being guided by the friend whom you will love better than you do now. 所以想一想，他还是觉得当初自己是对的，即便自己因此而遭受了很多痛苦、苦闷。这个是倒装句嘛，所以是意思是即便或即使。That I was perfectly right in being guided. 所以什么事情是对的呢？被一个朋友给导引、指引，或是我们说难听点，可以是被一个朋友给左右。什么朋友呢 ？You will love better than you do now 的那个朋友，你未来将逐渐只是跟他关系变好。那我们知道 Anne 当初为什么跟 Wentworth 分手嘛？是谁的那个干涉？就是 Lady Russell 的干涉，是 Lady Russell 说服 Anne 要，现在不是时候啊，你等人家就是发财成名了再跟他在一起比较稳定。那所以 Anne 这边说 Lady Russell 是你，就是 Wentworth， 未来会关系会跟他变得更好。意思是说，因为 Wentworth 现在还是很在乎当时的事情，还是很讨厌 Lady Russell 的干涉。但是既然要跟 Anne 在一起，那未来关系只能变好，总不能一直维持这样差嘛。To me, she was in the place of a parent. 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长的角色。这个我们第一章也看到了嘛。那个 Lady Elliot 过世之后 ，Anne 失去了母亲。在他生活中的母亲角色就是由 Lady Russell 来扮演。Do not mistake me, however. 但你千万不要误会我。I'm not saying that she did not err in her advice.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给的意见没有错。Err 是 make a mistake 的意思。这个字有没有看起来比较像是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单字 ？error， 错误。error 是名词，它的动词就是这个 error， 就是犯错。所以虽然 Anne 觉得说当时决定是对的，但是他这边意思是说 Lady Russell 给的意见可能还是错的意见。It was perhaps one of those cases in which advice is good or bad。Only as the event decides. 或许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就是那种要等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当时的建议是好的还是不好的。And for myself, 对我来说 I certainly never should in any circumstance of tolerable similarity give such advice. 我自己绝对确定了绝对不会在任何相似 similar 的情况之下给他所给的那样的建议。翻成白话文就是，如果我是 Lady Russell 的话，我不会建议自己跟你切。注意一下这个 for 哈，这个介系词是很多学生会用错的一个介系词。对我来说，是 to me 还是 for me？要看情况，如果你是觉得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你问我的感受，问我的直觉，这个是 for。 但是如果你是要我帮你思考，要我帮你分析判断，用头脑，那个是 to。 所以他这边就是换位思考嘛，如果我是 Lady Russell， 所以他是用 for myself。
But I mean that I was right in submitting to her. 所以我说我是对的，不是说我听取对的建议，而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向他屈服是正确的。就向他屈服就是听从人家嘛，我听他的建议是对的。And that if I had done otherwise, I should have suffered more in continuing the engagement than I did even in giving it up. 如果我做的是另外一套 ，otherwise 是另外一个方法。这个字的字根也是这样 ，other 是其他嘛 ，wise 这个是中世纪英文，现在英文叫做 way，W-A-Y way 方法。所以 otherwise 意思就是用别的方法。如果我当初没有听他的建议，我持续跟你的订婚，我跟你的订婚持续会让我受苦的程度超过跟你拆的受苦程度。Because I should have suffered in my conscience, 因为我会良心不安。I have now, as far as such a sentiment is allowable in human nature, nothing to reproach myself with. 而我现在呢？啊，我们中间那个中间这一段先跳过。我现在呢，没有什么好责备自己的。Reproach someone 就是责备人。然后以什么事情责备人用 with， 所以他现在没有什么好拿来责备自己的。那中间这句话就是一个礼貌性的但书。As far as such a sentiment is allowable in human nature， 意思是说，至少在人性能够容忍这样的想法的范围内。言下之意就是说，没有什么人是没什么好责备的，大家都有犯过错误，甚至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原罪。所以当他说我没有什么好拿来责备自己的，他是说至少我们如果看人性，就排除每一个人都能够责备自己那一块的话，我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责备自己的，所以只是一个礼貌性的但书。所以这个 sentiment 我们现在可能翻成情感干嘛，但是他这边的意思其实是想法或是感受，有时候感受就是想法嘛，像中文常说我觉得，但是后面是想法不是感受。英文也会啊，除了 I think that，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 I feel that， 也是后面接一个想法。And if I mistake not,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a strong sense of duty is no bad part of a woman's portion. 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在女生的女性职责之中， portion 这边不是分配的那个分量， portion 这边是责任职责的意思。所以就是女生应该扮演的角色当中有强烈的责任感不算坏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个也是礼貌性的单数了。所以这一段在讲什么，他说 Lady Russell 虽然给的建议也许不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听他的才是正确的，如果我没有听他的话，即使我们两个订婚然后后来结婚了，但是我会一直良心不安，因为我身为，你可以说我是他的那个妓女，不是妓女，叫什么 goddaughter， 就是 Lady Russell 是他的那个教母，类似这种角色，所以我身为他的教女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会良心不安，毕竟然后下面就是反映他当时社会想法，就是女性角色的那个职责之一，就是要遵从什么长者，或者是要扮演好那个角色。所以结论就是，虽然建议是错的，可是听错误的建议是对的。然后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中间加了一句话嘛，这个或许这样的事情是只能以结果来判断建议本身是好是坏。
所以如果就怎么说，现在他觉得 Lady Russell 给的建议是坏的，因为 Wentworth 功成名就发财了。但是如果当时 Wentworth 去海上参战然后战死的话，这个建议就是好的建议。所以就是要看结果论的那种事情。到讨论题，你们觉得你觉得 Anne 这一套的想法你同意吗？就表面上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嘛，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问人要人家给个建议，人家会说我原则上是不给建议的，因为就是世事难料。泰勒斯也是这样啊，他之前在纽约大学获颁那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有那个毕业典礼致辞，他里面就有提到，一般来说他是不给建议的啊，所以他来做毕业致辞干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所以看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面思考嘛。如果 Lady Russell 真的是绝顶聪明才智有智慧的女生的话，她应该有想过世事难料，也许 Wentworth 真的会发大财，也许他们会幸福快乐。如果她想过了还是给这样的建议，代表说她觉得不应该冒这个险，因为世事难料，所以安全一点比较好。他大概也没想到 Anne 会心碎连续九年吧，他大概觉得 Anne 过几年熬过去就会嫁给别人的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那个 Charles Musgrove 向他求婚的时候， Anne 也是默默的把人家拒绝掉了，所以人家才娶 Mary。 所以 Lady Russell 或许有考虑到 Wentworth 世事难料，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 Anne 世事难料，没有想到 Anne 是如此深情的女子。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就是 Lady Russell 已经尽力了啦，就是以她对于这个教母的角色的理解，她已经做她觉得最好的判断了。所以整体下来这一套想法就等于是你可以说宽恕了 Lady Russell 给错误建议的这个罪吗？就是等于是不再对他记恨了。所以其实这一段虽然我们可以思考说给这个建议或是听从这个不好的建议到底是正确的还不正确的，但是更深一层的意涵是再度体现 Anne 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人，他的心地如此之善良。有评论家觉得说这本小说里面大概唯一的缺点就是 Anne 这个人太完美了，不可相信，就是生活中哪可能遇到这么完美的人。好，第五题。 Do you think everyone gets their just desserts at the end? If yes, why? If no, why not?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morality of the ending? 好，这个字 just desserts， just 是正义的。Dessert 这个字现在已经不常见了，这个不是沙漠哦，长得一样但是发音不一样。 Dessert 是 deserve 的名词， deserve 是应得的嘛，那个叫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应得是动词 deserve， 它的名词是 dessert。 这个词也是有一点点历史，所以这边 just dessert 就是最后的结局是正当，是应当的，符合他们的行为跟个性。所以这一题在问说，你觉得这每一个这些人物的下场都是应得的吗？然后你会如何总结这本小说结局的道德观？我先讲一下英文好了，我应该跟你们讲过吧，我超级爱英文这个语言，真的是我的就是一生最爱。泰勒斯还第二名，英文第一。 Just dessert 这个词有一段历史，以前比较常见，但是后来 dessert 这个字就越来越不常见，因为你只会用在这种地方嘛，你讲人家应得怎么样，其实听起来有点难听，不是很有礼貌，然后它发音又跟甜点那个 dessert 很像啊，所以后来那个30-40年代美国的那个小贱兔卡通，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你们知道那卡就是一只
兔子，然后就是很贱，一直耍一个一猎人 ，Bugs Bunny。好，有些人知道，它里面就有一个经典桥段，就是在玩这个双关，然后就是什么什么害了人家，然后在人家面前就是摆个甜点，就他得到他的 just dessert。然后从此之后，大家用这个词都用错了，因为那卡通实在太红了。但正确的用法应该是这个用法。好，所以每一个人物的下场，我们可以从主角来开始想嘛。Anne 跟 Wentworth 结婚了，我们应该看一下那个他们结局那边，因为这个结局也许电影里面看不太出来。电影里面就是人家那个就结婚幸福快乐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结局这边书里的结局有一点点不一样。好，从这边168页第五行 ，Anne was tenderness itself， 所以他 tenderness 是柔软，然后那个柔和。这个句型的意思是说他极为非常的柔和柔软，他的心情非常的幸福。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大概五年前吧，法国有一个画报，上面刊登了一个那个穆罕默德的卡通 的漫画影像，然后他那个画报的总公司就被，啊，忘了是放火还是被烧，就是被一个极端的穆斯林抗议就是纵火，然后这件事情就令人哗然，就因为西方就很重视那个新闻媒体自由嘛，言论自由，但是。比较极端的伊斯兰传统是不能以任何画像的方式来刻画穆罕默德先知，啊，所以就是有一个极端的穆斯林教徒去纵火，然后这件事情引起了法国社会的非常大的抗议浪潮，那个画报名称叫做 Charlie Hebdo， 我不要试着用法文发音好了。所以大家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们举的牌子上面都写着 Je suis Charlie， 我就是 Charlie，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这个修辞是一样的，所以他说不，他不是说 Anne was very tender， 他是说 Anne 简直就是那个柔和性本身，无法分开来，那个他本质上就有这样的元素，是一种强调语气。也许换一个比较常见的形容词可能比较好懂。假如我生气了，就是我暴怒了，除了说 I was very angry， 我甚至可以说 I was anger itself， 我就是怒气，我已经怒到这个程度了，类似这种剧情。所以总之就是人家很幸福啦。 And she had the full worth of it in Captain Wentworth's affection，而 Wentworth 给他的情感也都是100%回报，他自己多爱人家，人家就有多爱自己。Had the full worth of it， 就是价值是全价，没有折扣。好，然后不一样的这一句来了 ，His profession was all that could ever make her friends wish that tenderness less。只有 Wentworth 的职业能让。Anne 的朋友可能希望他不要对 Wentworth 那么的爱慕。分号后面就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The dread of a future war, all that could dim her sunshine. 只有也许如果未来又再度爆发战争，这样的担忧能够让他的光芒稍微暗淡一些。所以两个人彼此相爱，唯独就是因为 Wentworth 是一个就是海军舰长，可能会造成他们幸福的不完整不完美。 Maybe She gloried 以此为荣 in being a sailor's wife， 当水手妻子为荣。 But she must pay the tax of quick alarm for belonging to that profession which is if possible more distinguished in its domestic virtues than in its national importance。
但是他得付出 tax， 这边是原本是税嘛，税负，那这边就是代价，什么的代价呢？ Quick alarm， alarm 不是闹钟哦， alarm 在尤其文艺复兴剧戏剧里面， alarm 的意思是那个叫什么鸣金起舞吗？就是召集令那种那个军号声，所以 quick alarm 就是在短时间内必须就是会被征召去参战。那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属于 belonging to that profession 那个职业，然后这个官带下面就是在嘲讽英国的海军，这个就是最后一句，就是 Jane Austen 的想法了。他说海军 is more distinguished in domestic virtues than national importance， 我们反过来 翻译，比起他对国家的重要性，英国的海军在国内的美德更甚之，更突出。国内的美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在路上遇到一个海军的人的时候，对他的尊敬跟好意。所以翻成白话文就是 Jane Austen 在讽刺英国人太看重他们的海军水手了，就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重要啦，大家只是就是把人家捧得很高而已。我们讲这本小说很少提到，但是 Jane Austen 他风格知名的点之一就是讽刺。我们开头 有几段嘛，讽刺 Sir Walter 的自恋啊，讽刺 Elizabeth 太强调那个攀权富贵啊什么，但其实 Jane Austen 对于什么都能够讽刺一番，但所以他这边给 Anne 跟 Wentworth 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同时还要去讽刺 Wentworth 身为海军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这两个人两男女主角的结局，蛮合理的、啊、就是已经在一个写实的框架之下给他们尽可能幸福了。好，然后再来Sir Walter Elizabeth 没变老样子，可以接受，他们原本以为可以攀权富贵变得就是上升，但其实没有上升，所以也算是变相的一种报应吧。还有谁？Charles Musgrove、Mary 他们一家人。所以就是除了 Henrietta 跟 Louisa 以外的那一家人也都没变，所以 OK 可以接受，他们也不算是非常重要的角色。Louisa 跟 Henrietta，Louisa 跟Benick 在一起，然后开始喜欢读诗，我们上一个礼拜有提到 Henrietta， 然后这个配对上一周也讨论过嘛，其实也算匹配的、啊、尤其 Louisa 受伤之后整个人生改变，可以接受了。 Henrietta 最后还是嫁给那个 Charles Hayter， 就是他们远亲，是一个小牧师角色，没有什么钱，但是反正人家追他，然后家里也不反对，就嫁过去了。也非常好啊，本来就喜欢人家。比较，然后再来是什么 ？Mrs. Smith， 他的那个 Anne 的寡妇朋友。因为跟 Anne 的关系又重逢了，然后 Anne 有了幸福之后，所以 Wentworth 也帮 Mrs. Smith 处理他先生的后事的那个留下来的一堆庞杂债务什么，帮他处理掉了。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因为他其中的有一部分的债务跟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那个农事有关。我们应该要记得当时英国是一个殖民地，是一个殖民者，然后他们从西印度群岛，就是现在的加勒比海啊巴哈马那边，用黑奴种植蔗糖赚取暴利。英国身为殖民国家，作为殖民国家的很多财富都是从那边压榨而来的。那个这些人都是白人嘛，然后是上流或中上阶层的人，所以在那边有叫什么农庄不意外，
比较意外的是 Mr. Smith 没有处理好，然后挂的时候还欠一堆债啊干嘛。所以 Wentworth 是一个海军的人，他懂得就是跟殖民地的关系，然后不同国家的商业关系他都了解一些，所以由 Wentworth 来帮人家处理掉这些事情。所以这对于 Mrs. Smith 是一个很好的回报嘛，人家救了 Anne 一番，然后所以 Anne 的新的先生来帮他处理他非常担心的一些债务事情，非常好。然后最后我们两个，我们讲完最后两个，先让你们休息十分钟。就是 Mr. Elliot 和 Mrs. Clay， 电影里面有演到嘛，就是偶然看到人家两个人在外面街上碰面，然后假装不认识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私底下有那个某一种计谋。书里面讲的更仔细一点，他们两个的结局是，Mr. Elliot 发现没办法娶 Anne 之后，他就借故离开了嘛。Mrs. Clay 也借故离开了，然后就是当大家发现 Mrs. Clay 跟 Mr. Elliot 认识，然后有关系之后，他也跑掉了。然后谣传现在 Mrs. Clay 是受 Mr. Elliot 的保护。说好听点是保护，但是说难听一点就是他依赖 Mr. Elliot 过日子。因为这个时候尤其是寡妇女性，她们能够维持生计的方式不多，所以说受 Mr. Elliot 保护意思是她等于就是 Mr. Elliot 的人了，没有结婚，也许没有恋爱，但就是靠人家 的维持生计，所以有一种半仆人的状态。那当然 Mr. Elliot 名声也毁了，然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然后接下来，所以目前为止两个坏人的下场都很不好，这都 OK。但是还有一点嘛，就是如果 Sir Walter 挂的话，他没有儿子，那所有 的名分跟财产都全部要归属 Mr. Elliot 去了。那这件事情呢，很快就要解决了，因为如果 Anne 跟 Wentworth 有儿子的话，他们的儿子就会变成那个继承的顺序会优先于 Mr. Elliot， 所以只要 Anne 跟 Wentworth 有儿子，这事情也就能解决的， Mr. Elliot 再也不用管他了。所以这样 的道德观基本上看起来就像是就是做烂事的人有烂报嘛，然后做好事的人有好报，然后如果你中间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变化。比较有趣的是 Lady Russell，他建议 Anne 跟 Wentworth 退，但是他最后的结局算是好的，因为 Anne 原谅了他， Wentworth 跟 Anne 结婚之后， Wentworth 未来希望也会原谅他，所以 Lady Russell 其实没有怎么改变，他可能就是有了一番新的认识，有了这段关系的经验，他可能又成长了一些，但是不会因为让两个恋人就是失恋九年然后遭到什么报应。所以不完全是行为决定，也有就是那个思考层面，他当初用意是什么。 Lady Russell 是为 Anne 好，所以即便给了错误建议，这本书的结局还是善待他了。好，这五个讨论题有想提问吗？这本小说就上到这边，整本书有想提问吗？好，那我们休息。哎，你们要先休息然后再回来，还是我直接把就是期末考题目讲完 就下课直接讲吗？好，那我就直接讲。万众期待的时刻到来。好，期末考的形式跟期中考非常像，但有几个小小的变化。这部分我期中考过后第十周、第十一周、第十二周 somewhere around there 有跟你们提醒过，就是考试规则有一点点变化，所以我们就从头再讲一遍，帮你们复习。考试有期限，但是没有计时器，所以你一旦开始之后，你不用担心被登出或干嘛，你只要在期限之前上传就可以，不是上传，送出就可以。
期限是6月16号半夜前，这应该是一周时间，到下礼拜五半夜。你的英文，你的答案必须是 an English essay with multiple unnumbered paragraphs， 请用英文写一篇多段落文章，而且段落不得上那个编号，所以不要用条列式的，然后不要说我的答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要你写一篇文章。If you do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or you answer it in the wrong format, you will get a 20 or 50%. 如果你的答案没有回答到问题，譬如说，也许题目跟你讲要选这个或选那个，然后你写说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这就没有回答到问题。或是如果你没有用一篇英文多段落非条列的文章来写的话，你的分数就是20分，满分40分，所以这就是 50%。所以我不会再加加减减的，你只要格式不对或是没有回答到问题，直接20分。You can write your answer elsewhere and copy paste it into Moodle， 你不用再就死守在 Moodle 上面写，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写完复制贴上。You may submit as many answers as you want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highest grade， 一样，如果你送出之后又想到什么，就是想要加上去再送出一遍干嘛，我会全部看完之后只给你最高分的那一个。 The exams are open book. You can use any resource except other people. You can ask me questions. 开书考可以上网，可以去图书馆，可以问我，可以用 Line， 如果你知道我的 Line 可以 Line 我，可以在 Team 上面私讯给我，可以寄信给我，可以如果你找得到我的话来把我读下来问我也可以。你唯一不能做的事情是跟别人讨论，不能跟同学讨论，不能跟学长姐讨论，不能跟蔡仁杰老师讨论，不能跟你阿妈讨论，都不行，你只能跟我讨论。You must give specific evidence from the assigned text along with the page number in parentheses next to each piece of evidence. 当你的答案，你的答案里面必须要提供确切的证据。你不能只是给结论，你要讲说我在文本里面哪边看到某一段，然后因此我觉得答案是这个样子。当你提出这样的确切证据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你的证据后面加括号给我页码。If you use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give me the name of the source, web address if it has one, and page number or timestamp if it has one, in parentheses next to each piece of information. 一样，如果你参考外源资料，一样要在那一段资料的后面括号给我，譬如说网址，或是书名，或是影片名称，或是连结，以及如果这个资料有分页或者 是影片的话，要给我页码或时间戳记，时间戳记，几分几秒的地方找到的。所以综合这两点，当你作答的时候，除了结论以外，你要告诉我文本里面哪边找到的，或是这个想法在哪边看到听到的。你的参考资料请不要全部丢在最后面，你必须要在每一笔资料后面开个括号跟我讲上面这一句或者上面这一段是从哪边来的。好，然后下一条是新的。If your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does not have a page number or source next to it, it will not be counted. 如果你提供的证据或是外源资料没有给我页码或是出处，我会当作不存在，所以请你一定要提供页码，没有页码我就当作没这回事。所以把资料全部丢在最后面，写个 references 参考一下资料，这就没有分数了。然后 plagiarism will earn you a zero. This includes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If I can tell where you copy from, then it's plagiarism.所以如果你参考外源资料，然后我发现你是用抄的，就直接零分。不只是你答案的部分，通常我们写一篇文章要有引言，要有结论嘛。如果你的引言或结论也是抄的话，一样零分。
请你用改写的，或是给我出处是从哪边找到的。所以抄袭不仅限于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地方也请不要抄袭。通篇都会看。好，规则是这样子。那有些同学心里会想说，那可不可以用 ChatGPT？ 答案是可以，但是 ChatGPT 吐出来的答案也必须要符合上面的规定。期中考有一位同学他用 ChatGPT， 然后也有提供证据的大约出处，他写的题目他选择写失乐园，他没有提供行数，他提供第几卷第几卷。问题是 ChatGPT 把他耍了，他提供的卷次是错的。所以我防范 ChatGPT 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你一定要提供出处跟正确的页码，这个是他做不到的事。如果你能够结合 ChatGPT 帮你改单字文法，然后又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的话，我可以接受。好，以上考试规定有要提问吗？好，那我们来看题目。题目一样是这一节课打钟就可以开始写，所以是3:40开始考。Answer one of the following sets of questions. 这次有三个选项，择一作答即可。One, how important do you think the theme of persuasion is in the plot of Persuasion? 你觉得 Persuasion 这本书里面说服或者是劝服这样的主题有多重要？ If it's not that important, what's more important?And why? 如果你觉得有另外一个主题比它更重要的话，是什么主题？然后为什么比它重要？这个题目特别写的，就是是刻意写这么开放的。我并没有说谁说服谁，我也并没有说劝服成功与否。你只要觉得跟这个 persuasion 这个主题相关，都可以拿来写。Two.Would you describe Persuasion as more like a realist novel or more like a sentimental novel? And why? 你觉得这本小说比较像是写实主义呢，还是比较像是情感主义的小说？ You must answer either realist or sentimental. 你必须择一回答，你不能说都像，你不能说两个都可以，你必须要说比较像哪一个。Use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from Wikipedia.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entire definitions. 可以使用以下维基百科抓来的定义，你不用使用完整的定义，意思是说你可以从中取出你觉得比较符合的部分，你不用全部都符合。 A realist novel, quote, attempts to represent subject matter truthfully, avoiding science fiction and supernatural elements. 写实小说试图真实地重现它的主题，避免像科幻或是超现实的元素。Realist authors chose to depict everyday and banal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写实的小说的作者选择刻画日常平庸的活动与事件经历。Sentimental novels rely on emotional response both from their readers and characters. 情感小说仰赖情感上的反应，包含读者的反应以及人物的反应。They feature scenes of distress and tenderness, and the plot is arranged to advance both emotions and actions. 这些小说，以情绪受负面影响以及柔和的情感的场景为主。 Distress 是不安的意思，就是 情感上不安或是柔和柔软都有，而且情节的安排是为了要让事件和情感都得以前进，都得以发展。The result is a valorization of fine feeling. 得到的结果就是
彰显美好的情感。Displaying the characters as a model for refined sensitive emotional effect. 把人物当作有经过修饰修炼的敏感的情绪影响的典范。所以典范 ,fine feeling, 好美好的意思就是作为典范。The ability to display feelings was thought to show character and experience and to shape social life and relations. 能够表现自己的情感被认为能够彰显一个人物的性格与经历，也能够塑造社交生活与社会关系。第三题。The previous two questions ask about the themes of persuasion and sentimentalism, respectively. 所以前面两题分别在问的是劝服或那个说服，或是情感主义这两个主题。For this question, choose another theme and explain why it's important in persuasion. 选择第三题的话，请选择第三个主题，并且解释为什么这本小说里面这主题很重要。第三个主题，所以不是讲说服，不是讲情感主义，你可以自己选择第三个主题。然后后面注释 ,Unlike for question one, you don't have to compare your chosen theme to the theme of persuasion. 如果你回答第三题，你就不用拿来去跟说服这主题做比较。因为第一题上面写嘛，如果是另外一个主题，如果说服不是最重要的主题，还有什么主题更重要，然后为什么，所以是要你比较。选择第三题的话就不用管另外一个主题，就直接讲这个主题即可。然后呢， whichever question you choose, give examples from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novel to support your answer. 无论你选择回答哪一题，请从小说四个不同地方举例证明你的答案。所以评分标准也就是看你举的例子有没有四个例子，然后四个都是合理的例子，就是真的有佐证到你的答案才算是好的例子。满分40分就是举至少四个好的例子，然后回答到问题就会40分。如果你只举出三个好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就是36分。只举出两个的话就是32分。只举出一个的话就是28分。如果你试图举例但是没有一个成立的话，我会同情你，给你24分 ,60%。但是如果你没有举例就是20分。就是你连 try 都没有 try, 没有试图提出例子的话就是20分 ,50%。好，有要提问吗？OK, 剩下的时间让你们去沉思要选哪一题，然后如何架构你的答案。记得不要跟同学讨论。加油。还没签到的话，签到表在某一个地方。